大家好，今天要带你们来领今天的箱子。今天是21号哦，今天有这个青花鱼诱饵10个可以领下来哦，大家一定要记得来领。那今天的奖励有这个好奇的箱子，可以抽到宝石，然后还有爱情币也可以领下来。还有一个幸运的宝箱，汉克抽到的是500元，还有月饼的箱子可以抽哦，他抽到的是提拉米苏的月饼，接下来拿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咯。然后我也跑来领取了，免费的一定要记得来领一下哦。这个青花鱼诱饵在大型鱼种登场的几率会提高 100% 哦。那接下来是吐司蛋的账号哦，他抽到的是绿豆的月饼，那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绿豆月饼吃下去会有效果哦，上面居然有投影灯出现了，然后就是一个绿豆月饼的图案哦，还蛮特别的，分享给你们。在这个小鸭呱呱箱子啊，用叶子点数就可以抽奖咯，有机会可以抽到钻石。那我今天抽到的是新币100元，然后我抽到了一颗宝石，我从来没有在里面抽到过宝石诶，可见得我今天运气好像还不错。然后第三个是新币500元，大家一定要记得没事就来这里抽一下，或许会拿到宝石哦。那今天有这个礼包上架了，是这个婚礼敞篷车，还有这个婚礼西装的礼包，还有这个饮料罐的服装，这三款都已经价格更新再重新上架了。那接下来尽量来开箱这台婚礼敞篷车给你们参考一下。那它的速度是7，然后是两个人可以使用的。好，购买成功咯，接下来开箱给你们看啦。这台就是婚礼敞篷车。好的，我已经到达了现场啦，现在就来试坐这台婚礼敞篷车给你们看一下咯。走吧，出发吧，去兜风吧。啊，我怎么突然肚子饿想吃鸡腿啊？它的颜色是米黄色的，很特别的颜色哦。啊，我又想吃披萨了，肚子好饿，肚子好饿哦，赶快带我去吃东西了，不要在这边绕圈圈了。好啦，那这台婚礼敞篷车就分享到这里咯，给你们参考。那接下来这台脚踏车，它居然晚上的时候爱心的椅垫是会发光的哦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还蛮美的耶，蛮漂亮的。那你们获得了这台爱心的脚踏车吗？这个不需要情侣哦，这只要一般人就可以乘坐了，这是一般的交通工具哦，记得要赶快解完任务拿到哦。好啦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喜欢请帮我按赞跟订阅咯，下次见大家，拜拜。